嗨，大家好，今天用正反数字2来变小青蛙，加上眼睛、背部，再把青蛙腿部连接起来就完成啦。那小朋友们知道青蛙喜欢坐在什么上面吗？看我来把它变出来。你们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呢？真聪明，这就是青蛙最爱的荷叶。我们来多画几片荷叶做装饰，最后画出水波纹。这时好像来了几只小蝌蚪，难道他们是来找他们的青蛙妈妈的吗？你们来猜一猜吧。最后我们把荷叶涂上颜色就完成了。忘记了一点，记得把小蝌蚪旁边的水波纹画出来，还有荷叶的影子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记得关注我哟，留个评论让我知道你来看我了吧。爱你哦，别忘了加个小高光。